道明寺出事了，快看闹直播的闹现场。本日中午11点左右，道明集团的接班人道明寺被不明人士用刀刺伤。据悉，道明寺重度昏迷，至今仍在紧急抢救中，尚未脱离生命危险。别担心，刚刚女儿打电话来说她平安没事。据传现场已现行犯逮捕凶手，为道明集团的离职员工，行刺动机不明，详细状况有待调查。别怕，他会没事的。是我太贪心了吗？老爹才会这样惩罚我们。这不是惩罚，这是考验。经得起考验的人，就可以得到幸福。